用阿就是去。你不知道我哪里来的，我最养你啊！你看这张图这么蓝，我们那是高教育水准，懂不懂？可是我告诉你嘛，你们木南里啊，这康图颜色这么浅，代表说你们的收入很低啊。而这张图颜色又这么深，代表说你们老化指数很高啊。你知道这两个凑在一起就代表什么吗？你们又老又穷啊。想知道他们刚在说什么地图吗？想知道高雄地区的人口结构吗？或者是近年来的选举资料？都可以上中山管院商业大数据使用我们的 APP 哦。打开我们的 APP 之后，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地图形式，接着选择你想要叠加的资讯来做观察。想知道我们从地图上发现什么有趣的分析吗？那别错过接下来的微课程哦。